没有最好，只有最适合。今天来到粉丝推荐的现代中药行药材农夫，来了解他们自家的营养谷粮——鳄梨营养谷粮和樱桃植物谷粮。首先，鳄梨果 （avocado） 含有高非饱和性脂肪，可帮助维持心脑血管健康。而在鳄梨营养谷粮里，搭配了其他谷物和大豆的成分，提升了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含量。在 Nutrition Information 就可以看到，每100克里含有7克的膳食纤维和24.7克的蛋白质，属于高膳食纤维也是高蛋白质的食品哦。另外，樱桃植物谷粮主要成分含有高维他命 C 的蔬果，其中包括樱桃、莓果、甜菜根，另外也添加了5种益生菌，帮助维持健康消化系统，提升免疫力，是市场上少有附加益生菌的谷粮选择。同样在营养标签里也可以看到，每100克含有高达8.6克的膳食纤维。最后两款都添加了综合维他命和矿物质，以确保宏量和微量营养的均衡摄取，适合作为早餐或任何时段的茶点，只需简单用温水冲泡，非常容易溶解且好喝耐饱哦。药材农夫是非常新颖的现代养生中药店铺，除了营养谷粮，药材农夫也专业于中药和其他养生食品。有兴趣可以到药材农夫的官方网站，或请您到实体门市体验和了解更多。